我知道你跟安锦辉是好朋友，所以呢，我先暂时把这事给压下去了。那得谢谢你啊。这样，给你看点更劲爆的。 这孙彼得就是拿这段视频威胁安景辉的。嗯，这孙彼得这是一再刷新我对他的认知啊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把这段视频作为礼物送给你，当做是新闻头条，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。你这么做，这不是背后捅他一刀吗？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？ 是好朋友，所以才要捅他一刀，让他更清醒一点。我这等于是帮他。好啊，那这样我就不客气了。正好，我最讨厌出轨的男人，可以解解气。那出轨的女人呢？女人？男女都一样啊，只要是出轨了，这段爱情就算终结了。发给你了。嗯。不好意思，吃个饭。 把话题搞得这么沉重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伤心往事来了？我是怕触及到你的伤心事。我有什么伤心事啊？我那点伤心事你不都知道吗？其实人这一辈子呢，会遇到很多不想遇见的人和不想说的事儿。我虽然讨厌出轨，但是我不介意开放式关系。 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是我。漏水？不会吧，我家怎么会漏水呢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回去。我家漏水了。没关系，既然家里有事，赶紧回去吧。可是我没有开车哎。 帮你看看。好啊，那就谢谢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大家都这么熟。请进。好像没什么问题。 这儿没看到。哦。都没有问题，应该是物业搞错了吧？你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问问。应该不会的，你再帮我看看呗。 检查哪儿呢？
打扫呗，不能再干净了。哦，那可能真的是物业搞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白折腾你这么半天。我没帮上你什么忙，反倒是我不好意思。那我……哦，你快回去休息吧，这么晚了，辛苦了。再见。嗯，辛苦了。 帮什么忙？把门打开。门打不开了吗？反正我是打不开。不可能吧？真的打不开啊？这个可是美国进口的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我还是觉得国产的比较靠谱吧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好像出现过这种情况，因为我太忙，所以没时间理他。窗户怎么打开？啊，一个系统的。Perfect。 你今天晚上可以住我卧室，我在沙发上将就一下。实在不行，你住地下室也可以。 不过有点潮哎。我还真有其他选择。没关系啊，要不我去找一下保修单，看看有没有24小时校门服务的。谢谢。等一下。 接我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什么意思？你的好闺蜜说他们家水管爆了，我本来是好心过来帮的，结果这是个骗局。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快点，江湖救急，现在只有你能来救我了，快点。你没长腿啊？你自己走啊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要是能走，我会给你打电话吗？ 是你好闺蜜在密码锁上的做了手脚，现在走不了，你快点儿！为什么话？喂。 我跟你说啊，我的闺蜜这么好，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就从了她吧。陆总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有，我上个洗手间。 陆总，我刚刚打电话给客服了，约了明天最早的6点，怎么办呢？这漫漫长夜多无聊啊！不如你给我讲一下红酒故事，我们边聊边等。 你拍的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那个就是离我远一点。
我跟你说，我最近憋的，我闻不了这个味道。别闹了，你自己不也喷的香水吗？对，我是喷香水了，但是就这款我闻不了，法国的什么牌子来着？哦，没关系，我去洗一下。哎，这用不着，您坐下，没必要那么繁琐，咱们俩稍微离得远点就好了。来，我接你呗。对不起。真没想到你这么严重啊！我还是去洗一下吧。这么快？啊？你不是说维修的明天早上才能来吧？是啊。这是谁啊？对哦，这么晚了会是谁呢？我去看一下。谁呀？是我，壁咚。你忘了带车钥匙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哦，我们家密码锁坏了，门打不开了，明天吧。锁坏了呀？没关系，我认识一个修锁的师傅，特别厉害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大晚上的麻烦人家不好，你快回去吧。没事，我一通电话，他马上就过来了。谢谢你啊，老徐。啊，你看看，好遗憾啊。谢谢你，小朋友。你忘了带你的车钥匙。我。沈逸恩，你还是不是中国好邻居？嗯，无聊。我无聊，明显就是个阴谋。还好我够机智。妈，你干嘛呢？在忙着呢，你搬家还没搬完呢。哎呦，已经搬完了。那你搬哪儿了呀？哇，本真的好帅呀！我好喜欢他呀！一会儿我一定要有签名。哎，必须的，闺女，我要是年轻个十岁啊。女儿，我们还要忙一会儿啊，待会儿你再出来，来，你先进去休息一会儿，来呀，来，哎呀，妈，请问美女去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随便逛逛吧。
什么情况？去旅行啊？哦，离家出走，是不是朋友啊？你不会在开玩笑吧？给我腾间房，我要住两天。 多久没吃饭了？哎呦，这真的太好吃了！再帮我来一碗韩式泡菜的呗，老板。说好了健康饮食呢？嗯，看到没有，非油炸更健康。行吧。嗯，一会儿给你弄。近日啊，电影《时尚没有圈》开机。 著名男演员扮出演男一号，金牌制片人安景辉为本片保驾护航。这些戏里戏外都很潮的扮相，麻烦你把电视关了。我不想看到那个人。一直都是以青春、阳光、时尚的形象示人。此次，你究竟是怎么了？说呀。 哎呀，就是我的那个房子漏水，要做防水，最近都住不了人。漏水？怎么会漏水的？秦爷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住？ 怎么会呢？我就是怕你嫌我这里不方便。我不嫌，一点都不嫌，谢谢你啊。再来一碗呢？我说你怎么带那么多衣服啊？ 我好歹也是总裁助理，我总不能天天穿一样的衣服。你说对吧？对。行，那你收拾完早点休息啊。哎，那你睡哪儿啊？那我在书房就行了。那多不好，不然我去睡书房，你还睡这儿？没事，我平常工作累了，就直接在书房睡了，习惯了。秦野，你对我真好。 早餐，你快去洗脸刷牙。快点的，迟到了。怎么了？哟，我说你是几点起来的呀？不是，都已经早餐都做好了啊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我特能干、特贤惠？不过啊，说实话，你家全是一些垃圾方便食品，冰箱里能吃的我就只做了这些。
快去洗脸刷牙了，晚上我慢点回来。说倒是啊，看，这，你先动拿着吧。你给我钱干嘛？你要养我啊？不是，你帮我们家买东西，我总不能让你掏钱吧？我有钱，那再说了，我住这儿也不能白住呀。男人怎么让女人花钱呢？这样我多没面子，是不？来，拿着。好，买点好吃的，让我好好尝尝你的手艺啊！哎，可是我先别说了，我先刷牙洗脸，否则我就来不及了。哎，你们这个融资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为什么有点慌呢？哎，安锦辉一共就给我们3天时间，万一融不到资，我们要赔违约金的。你沉住气行不行？才过一天，你沉啥呢？气呀！我就看不惯你们这种人，天天装啊装啊装，装的跟个人似的，有什么可装的？老板，公司收到一份传真合同，还有财务部说账上打进了3亿资金。多少钱？3亿！恭喜老板吉利福布斯又进了一步。哎呀！有奖金啊！有奖金，一定有奖金啊！谢谢老板。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小波波，哎，你可以啊！一天时间给我融3亿啊！时尚没有钱合同这么好使吗？哎，我剩下的那些存到这个理财里边。你就这点出息啊？2亿资金就躺在理财公司里，就你这40块钱打败累死你。那你有什么好想法说出来听听嘛？金融投资利润高呀。金融投资利润高，风险更大。我在华尔街和欧洲的期货市场都有渠道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保证你明年就能包下曼哈顿的林肯中心，给诗人走秀。2亿资金，万一出问题，我全部身家就悬了。你唯一的问题就是胆子太小。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操作咱们就怎么操作啊！我跟谁过不去，我也不会跟钱过不去。To my heart。我最近没少在电视跟杂志上看到你，你这一来我这蓬荜生辉，哇，晃眼都。你那个。我们时尚朋友圈没等播就火了是吧？时尚没有圈，你就永远记不住啊！我最近快忙死了。天生劳碌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最近累死我了。这不今天好不容易有点空，赶紧到你这儿来休息休息。哎，你这儿真不错。这笑得这么灿烂，这是有好事啊？算是吧。孙彼得那1亿打到剧组账上，看来他是融到资了，估计是。那后续的计划可以展开了。是啊，我们时尚没有圈可以开机。恭喜你！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时尚先锋》。近日啊，电影《时尚没有圈》开机，著名男演员Ben出演男一号，金牌制片人安锦辉为本片保驾护航。据悉，戏里戏外都很潮的Ben如今已是时尚的代名词。Ben 一直都是以青春、阳光、时尚的形象示人，
此次在电影《时尚没有圈内》扮演一名天才设计师，他设计的每一款衣服都有款有型，私底下扮同样也是各种时尚活动杂志街拍的，不管是这个人的脸都看不清，你怎么看出他就是齐磊啊？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像齐磊吗？你也说是像，随便找个病人拍个视频，这有可能是默许手段。爷，这样的照片没有办法辨认出是谁，是谁传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打过去了，根本就打不通，是空号。肯定是默许，伊恩。为什么给你一段看不清容貌的照片？想过吗？不就是怕被我们看出来吗？这是故意在扰乱我们的视线。狼来的故事就是对善良的人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欺骗。可是狼来了最后的结局，狼是不是真的来？可是你别忘了，默许从头到尾都在耍我们。你没事吧？爷，这你太累了，先回家休息吧。要不？出去走走，这样吧，我给薇薇打个电话，让她来陪你啊。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真好看，假好看啊？挺好看的。一看就没有认真，是不是又在想叶奇磊的事情啊？我这次啊非常同意秦野的看法，你不能光凭一张照片就断定那就是叶奇磊啊。之前默许骗了你那么多次，这次肯定又是他。可万一这次是真的呢？万一默许就是叶奇磊呢？我逗你，你也信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？真假总是要分得清吧。我就怕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。还有我呢，我会提醒你。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还有秦野啊，他也会提醒你啊。答应我，别再去想照片的事情了，好好陪我逛街，不然我可就生气了。好，我陪你好好逛。真的？嗯。算了吧，看你今天也心不在焉的。要不然回我家，哎，我最近买了好多光盘，陪我看电影。好，我去买单了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陆准昨晚来我家了。我知道啊，他给我打电话了。他给你打电话了？嗯，他让我去救他。那你怎么说啊？我当然跟他说，赶紧从了你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说得好，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小蛔虫哦。对嘛，就应该多笑笑，跟我在一起怎么能愁眉苦脸的呢？等着我啊，我去结账了。
在哪儿？说什么？没太听懂。告诉我，这照片是谁发给你的？除了你，还会有谁？自从你出现以后，先是风铃草的亲笔授权，再是叶启磊的电话号码，敢做就要敢当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呀！是，都是我做的。我的目的就是要拿走你们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谋杀了叶奇磊，而我就是回来帮他报仇的。我谋杀叶奇磊？ 你还真是一个好演员啊！车。 是你送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没错。
但我没有想过会有意外。意外？我告诉你，当时刹车失灵了，是你动的手脚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因为你移情别恋了，你爱上了秦野，那叶奇磊就成为你们中间的绊脚石。本来你和秦野可以远走高飞的，但是你舍不得艾丽丝。公司叶奇磊也有份，所以你要解决这么大一个麻烦，你居然起了杀心。我没有。沈烟，你还真是一个大白肚的女人啊。你受够了吗？陆先生。自为之啊！还是你调慢点，手疼不疼？齐磊一直认为是我害了他，手凉不凉？刹车我根本就没有动过。法国的警方都说了，那是一场意外。如果真的是一场误会的话，真相早晚都会水落石出的。我好想知道他在哪儿。他怕他真的恨我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吗？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期货市场的资料全在里面。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？谁允许你把视频发给沈岩的？我这是在帮你啊。怎么我说过的事情我自有安排，你搞这些小动作只会搞乱我的部署。你是在帮我？搞乱什么？心疼他了吧？是不是爱上沈岩了？我再说一遍，别拿叶奇磊说事。我要提醒你们，我做这些事情都只为了结果，至于方法和手段，我通通不在乎。更何况，我是来看着你的。事情用不着你来批准，别忘了，你只是来协助我的，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其他的事情别插手。OK。只顾向前走，忘了看四周。你疲倦了没有？有没有烦忧？这么大的地球，足够我们回头，足够回首千百万次，遗憾累成几层楼。
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连同失散的这个我，全都归还到你的手里，弥补了蹉跎。那曾不得已的逃脱，给生命留下的曲折，以后的生活坎坷或快乐都有个我。最颠簸的那条路，迎着我唱命运的幸福痛苦，没想过回头。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连同失散的这个我，全都归还到你的手里，弥补了蹉跎。那曾不得已的逃脱，给生命留下的曲折，此刻听我说，以后的快乐都交给我。